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。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个魔掌，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不一会儿超拔仪式结束了，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，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，全身散发出一种和煦的光华。他又上前去唤他父亲，他父亲不理会，他又拉住父亲的手，父亲还是